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。我们既不能再忍，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，打发我们的兄弟，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，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，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。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，我们必受患难，以后果然应验了，你们也知道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，就打发人去，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。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，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，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，切切地想见我们，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，我们就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？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，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，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